现在有的人是靠写文章出名，搞小老鼠的什么实验啊，它的疗效有多好啊，它的药理作用有什么？废话，这些语言对西医是可以的，对中医是不行。这些理论语言对中医不行，所以我说这些是站在中医的角度来说，那是胡说八道。怎么看病他都还不懂。那么这个呢，就是整体观。那么整体观，除了人跟自然界的关系以外，还有人的整体性。整体性，脏跟腑，脏跟脏，五脏肝心脾肺肾，那胆小肠大肠肺膀胱，胃膀胱，那么这些六腑，五脏跟六腑之间存在着什么关系啊？表里的关系。五脏之间有什么关系啊？存在着相生、相克、相成、相伍的关系。不要忘记了，任何一个疾病都是整体的，五脏六腑整体的功能失调，在某一个脏腑的表现。所以我们中医看病呢，要调和阴阳，就是要调和脏腑之间的关系，有邪的病邪的要驱除啊，同时要调整脏腑之间的关系，才能够达到阴阳平衡的目的。所以中医看病目的就是要调和阴阳，使人体的气血呢才能够运行通畅。阴阳如果不调和，它就会生病。所以呢，我们看每一个病都要认识到人体的整体性。你不能不要单看到他胃现在胃有病，跟其他脏腑都没有关系。胃有病有没有跟其他脏腑有没有关系啊？跟肝有没有关系啊？为什么？肝是属木的，脾是属土的，所以脾胃有病，我们要一定要想到肝有没有问题。你多一个心眼问问，有没有经常发怒、发脾气啊？月经条会不会失调？有没有气胀？这些现象，有这些说明他肝气郁结，是吧？所以我们不是单纯看脾胃的问题，还要调理肝脏。脾胃跟肾有没有关系呢？脾胃跟肾有没有关系呢？木、火、土、金、水，肾是属水的，脾是属土的。脾胃阳虚日久会影响到什么？肾阳。是吧？所以我们要看到做中医啊，要多一个心眼的啊，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不能这样啊。有那么好，就不要你们读那么多书了，是吧？这个就是整体观。那么以脏腑经络为中心，就是说任何复杂的病变，虽然症状千变万化，但是离不开它是脏腑经络的病理变化啊，离不开脏腑经络的病理变化。你要明确现在他这个症状是出现在哪一个脏腑，
或者是跟哪个脏腑相关的经络。比如刚才有个同学说，现在他感到头晕，经常感到头晕，这部位是在这里。你说这里跟哪些脏腑的关系比较密切？额头啊，阳明经是吧？阳明是属于胃经，秦人参之前，两边呢少阳经，头顶呢厥阴经，后头呢太阳经。这次是我们做中医的人呐、啊，最基本的知识。如果连这个基本的知识都忘记了，你就不要做。如果你还想做，你要去学，要复习巩固。啊，香港有一个名医叫做陈纯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人？他写了一个医家座右铭，医家座右铭，他说里面就讲到，必读圣贤之书，避免离经叛道。中医的圣贤书是什么啊？四大经典就是圣贤之书，必读圣贤之书，避免离经叛道。你不要离开了这个基本的理论道理，你离开任何离开基本的道理来去变，来去求新的，那是乱变，无原则的变啊。曾仕强，台湾的曾仕强，他是这个台湾师范大学的很有名的管理学院的院长，他讲到易经的时候，他就提到任何无原则的变是乱变哈哈。所以你不能够离开阴阳五行啊，离开阴阳五行的所谓变革，所谓发展中医，那是乱说乱变啊。所以以脏腑经络为中心，就是说我们要将疾病啊，任何内科杂病或者是妇科病，都要把它落实到某一个脏腑或者某几个脏腑或者是跟它相关的经络上去，来明确现在这个哪个脏腑在发病，是虚还是实，是寒还是热，这些病理变化一定要做到这点啊。所以我看杂病就是要以脏腑经络学说为根据的。那么这个呢，就是金匮的基本理论。那么至于论述写作的方法，对杂病啊、妇科病啊、外科病啊，都是他的写作方法，原则上是一个病就一篇，比如痰饮病、痰饮咳嗽病、脉阵病治，是吧？一病一篇来论述的。有的呢，他是数病合篇的来论述的，胸痹、心痛、短气病篇，它是两个病合在一起来讨论的，这是他的写作方法。腹满、寒散、素食病都是讲胃肠道的病，腹部胀满啊，寒散就是腹部寒性的疼痛，就叫做寒散。腹满寒散，素食就是饮食极致不消化，都是胃肠道的病啊。他把这三种不同的病合在一起来讨论，为什么？
因为这三个病部位上来说都是胃肠道的问题，但是它的病名不同，病机不一样，是吧？但是呢，可以产生相同的症状，那就是腹部胀满、便秘或者是便溏、腹部疼痛。你说饮食极致的人会不会引起腹部疼痛啊？吃的东西不消化，积在肠道里面，会不会引起腹痛啊？会的。这三种病都会啊，都是病变的部位相近，产生相同的症状，就需要我们做医生的人跟他鉴别，究竟他得的是素食病呢，还是寒散呢，还是腹满，是吧？他就采用这种写作方法，目的就是因为这些疾病呢会产生相同的症状，要我们去鉴别诊断，目的就这样啊。他跟后世的内科不同，后世的内科讲胃病就胃病啊，讲胸痹就胸痹，其他他不讲不管，他的写作方法就不一样，所以他是强调要辨证，辨病和辨证相结合的。第三呢，经会强调辨病，胸痹喘息咳唾，胸背痛短气，寸口脉沉迟，关上小紧缩，那个就胸痹的主症。那么凡是出现有胸背痛短气有这个症状的人，我们就可以初步诊断他是胸痹病，明确他的病名。一个病它有两一个症状，可以一个症状，也可以两个症状，甚至可以三个症状，或者是四个症状，共同组成这个病的病名啊。所以呢，它是由一个或者是两个以上的脉象和症状所组成的。但是呢，辨病呢，病是矛盾的共性，就是所有得了这种病的人呢，他都有相同的症状，喘息胸痹，喘息咳唾，胸背痛。肺痈，得了肺痈的人就是有咳嗽、吐脓血、腥臭，还有吐柱唾涎沫，有这些症状啊，这个是它的共性。第二呢，经会很强调辨证，很强调辨证。一个病呢，它分成几种不同的临床表现，也就是说，同一个病，由于人不同，张三李四的体质不同，或者是在同一个人身上得了相同的病，上一个星期和这个星期他的病理都会有变化，吃了药以后，尤其是吃了药以后他会产生变化，那么他的病机就变化了。所以辨证呢，就是这个矛盾的特殊性，也就是说个性，同一种病，同一个人，上一个星期没有吃药，他的症状不一样，这个星期吃了药以后症状又不一样了。为什么呢？病机变化了。上个星期他本来是外感乏热兼脾胃湿邪，可是你他吃了那么多苦寒的药，黄芩、黄连、蒲公英、什么板蓝根啊，什么色甘之类的，吃了以后他这个星期变化了，拉肚子了，连起床都不会起了，又腹痛了，
恶心呕吐了，你说是不是变化了？是变化了。所以同一个人身上得了相同的病，上个星期和这个星期都不一样，那就需要我们去变，这个星期应该怎么办呢？应该用什么药呢？啊，那你就要变，是吧？所以经会很强调辨病和辨证。辨病是做一个初步的诊断，但是不能够用药，不能开处方，只有辨证才能够开处方。因为辨证是针对个体的，是吧？所以金匮是很强调辨证辨病相结合的，辨病和辨证同时进行啊，他得了什么病，这个肺痈，那么这个肺痈现在通过治疗以后进入了什么时候啊，应该用什么法，用什么法，那个是他的个性，一定要针对他的个性来进行开药的。你看金匮和伤寒他都没有讲太阳病用什么方主治，有没有？你们学过没有啊？金匮也没有。胸痹什么方主治？没有的。他一定要写明他的症状是什么，脉象是什么，才能够用这条方啊。所以一个病它分成很多个症型，为什么？就是个体不同，病机不一样，有差别，所以它就用不同的方啊，这个是它的特点。所以它采用数病合篇的，就是多种疾病合在一起来论述的理由呢，就是因为下面四个理由，一个是病邪相同或者是相似，得了相同的，受到了相同的病邪啊，会产生相同的症状；第二是病机相似，会产生相同的症状；第三，症候相同的；第四，它的病位置啊，病变的位置很相近。胸痹和心痛虽然是两个部位的病，一个是胸阴部肩胛下横膈以上疼痛就叫做胸痹，那么心痛是胃脘部啊，上腹部这里痛，他们的病变的位置呢很相近靠近，以致就会产生相同的症状。我们经常在临床上遇到很多这样的病人，医生，我昨天晚上一个晚上啊，心前区这里啊，很不舒服，很闷，你赶快跟我查一查，看看是不是心脏病。胸痹可以产生胸闷、胸痛的症状，你说胃脘痛可不可以产生胸闷？甚至是胸痛的症状呢，一样可以的，因为他们两个部位很相近。所以很多病人说，我得了心脏病，你给我查个心电图，心电图回来是正常的，彩超回来也是正常的，可是你做一个胃镜的检查就发现他有胃炎，所以他这里的闷痛不是心绞痛，是胃脘痛啊，部位相近产生相同的症状，就需要你做医生的人，你要跟我鉴别，他来看你哦，你不跟他鉴别清楚啊，啊乱象，你也就是心绞痛啊，吓得他要死啊，其实他是胃脘痛，不是心绞痛。所以张仲景这样安排这样的写法很有道理的啊，要我们去鉴别诊断啊，不要糊糊涂涂啊，这个就是数病合篇的理由。至于金匮所讲的脉象呢，
就比较复杂了。脉象很多时候它是一个病就有一个主脉，脉的诸沉当至有水，身体肿重，就是沉脉是水肿病的主脉。脉偏弦者隐也，痰饮病的主脉就是脉偏弦。一个病有一个主脉，一个脉可以主数病，一种脉象可以主几个病。比如说浮缩脉，浮脉它可以一般来情况下，浮脉是主表的，它应该是主表证是吗？是不是？可是在经匮里面，浮脉可以主里病，浮脉可以主里病，因为这个浮脉的部位不同啊。寸脉如果是浮，说明它是表证。现在我不是寸脉浮，我是侧脉浮，你说还是表证吗？侧脉主什么？主哪个脏腑啊？肾，所以侧脉浮为伤肾，浮阳脉紧为伤脾。那么这个侧脉浮呢，它不主表了，主里是吧？脉前者在表，浮脉在关脉之前，就是寸脉，它是主表；浮者在后，就是关脉以后，就是侧脉。浮者在后，其病在里。哎，同一种脉象，又主表又主里哦，因为它的部位不同啊。所以我们做医生的要很小心哦。啊，孙思邈讲，医者，医学乃至精至微之事，不得求之医至粗至浅之事啊。如果是马马虎虎这样，就很难看得好病了。